叫一声，叫一声不让他骑，骑几下都没听着，然后不让骑，不让骑那就走了。拉开窗帘，一见美好的一天，这天气真的太好了，蓝天白云的。来看看给我买了啥饭，就是鸡蛋汤吧，就是。鸡蛋汤，这个好像是小笼包，对，小笼包。先来给他泡个奶，先把他给喂了，再吃。不管干啥，先把他伺候好，把他伺候好了，他就不吭不闹。这真是有了孩子之后，孩子都是排在第一位，不管干啥，首先想到的都是小孩。原来无所好生无常来的，这汤包盖点心，你没盖点心都是啥都吃呀？我今天都是早上泡奶的时候给他放进去，然后就一天一条。切成块，切成块，然后给它。
喝了再跟他拿两个奶片吃，他可喜欢吃这个奶片，这个奶片不甜，就一股子奶味，他拿手里呢他就会给我，因为他自己剥不开，他给我，那我给他剥，那咱就得给他剥，给他掰成小小的一半，然后让他放嘴里，就慢慢化，慢慢吃，这一吃上他心里可美，心里可美，吃好了完了以后就开始睡觉了，睡囫囵觉，一觉觉到现在几点？现在一觉觉到12点还在，然后就被手机充个电的动静就把他给吵醒了。也该醒了，都12点了，一起床是大中午。现在不晓得开销呀，一天下来光奶粉、尿不湿，一天都得10几块钱、20块钱。衣服穿好了，给他把这个围裙带上。现在一天口水流的还是可多了。起床啥都整好了，咱就给他做饭。粥也熬好了，咱就给他煮个玉米，再给他煮个鸡蛋，再弄点小馒头。我也给我自己煮了个鸡蛋，我也一个小个，再溜俩红豆包。小馒头7、8分钟就好了，先夹出来。有点烫，我跟他说有点烫，他也不敢碰。这个核桃包也是6、7、8分钟就好了，夹出来。鸡蛋和玉米再煮，我俩就先吃，他先吃他的小馒头，我吃我的核桃包。他不会以为今天就俩小馒头可以吃吧？他一直在那看，我一直在那看，来把这个粥给盛出来。这里现在正着一股红枣的甜味，给他盛点，盛点。剩下的给他保温，喝口粥，再吃口鸡蛋。吃完了，这玉米都啃脱了皮了。今天吃了一个玉米，一碗粥，一个鸡蛋，还有俩馒头，把昨天洗的4件套的收屋里。今天的风太大了，刚刚都刮在地上。这大中午还真的挺热的，我把我厚睡衣脱掉，我穿的薄睡衣，然后厚睡衣身上都出汗。这4件套洗的老香了，等拿出来铺的时候也可香可香了。给他放这个小拉杆箱里面，这个小拉杆箱正好运出太大，出门拉东西在家放4件套。现在是下午的2点多，他头发正好去另一个镇上送东西，问我要不要吃麻辣烫，然后我也饿了，我中午没吃饭，就给我买了麻辣烫，张了麻辣烫，然后赶紧吃他头发带孩子，吃好了他头发还要去上班，还忘了给我弄那个芝麻酱和辣椒，就这样也行，就这样也好吃，还给我放了俩荷包蛋，真好真好，吃好了他头发就赶紧去上班了，还来又在这表演啥呢？不哭不笑。平常你丑八走的时候也没见过，今年是咋了？白天永远很好，一到晚上小李全困住了，这回是显着你了，都走过了手还在那里白白。现在来给他泡奶粉喝，今天的第二顿，一直闹一直闹，人家一直饿了，我赶紧给他泡2杯，喝酒喝呗，站着。我想知道我给他留的这个阑尾啥时候能长出来，长得好慢，先留着看看，到时候看他留那个阑尾好不好看，不好看再给他剃掉。为了他这个阑尾，我还专门买了一个剃头的。因为每一次长大一点也不知道跑了8天，我就给他买了个推子，等推子到了我就给他修一修剪剪，250毫升水加好奶粉，快300毫升，满满一瓶奶粉你不要哭了，拿个奶瓶一瞅多横啊，一天天3+5除2喝完了，喝完之后就一脸的满足，一脸的高兴，起床起床，今天不睡，这个一打开热水立马就出来了，我不是不让他进，他进来真的捣乱，他一会儿摸摸马桶，一会儿摸摸水，他今天光想进入卫生间，我让他出去，我让他出去，还是比较听话的啊，出去了。每日的一哄一片心，有的时候干点啥，你不让他进来不行，他太能霍霍了。想要给他做个饭嘛，他一直在厨房，有的东西还不能摸，所以只能这样啊，不能怪妈妈骗你啊，把你骗走啊。这怎么能叫骗呢？是因为你想吃，给他拿一个他也不吃，非要自己还要拿一个，还要一手一个，他就拽地上。窗户打开，开始做饭了。今天吃的啥？今天吃个午餐肉，鸡蛋饼，加点水，加点稍的面粉，把它搅拌开来，再磕一个鸡蛋在里面。午餐肉拆一包，改刀切成条，切成条过后给它切碎，切碎碎，全部给它弄碗里，再搅搅，再搅搅，搅成这样就可以了。起锅加入热炒油，把油抹匀，就可以煎了。可是这么可不能少啊，表面凝固开始翻面。煎好了倒出来，有点烂啊，不影响吃啊。来个很香很香的，一块一块的给它盛餐盘里。哎妈，太香了，我也想吃。这个也煎好了，这个后边，再泡一杯啥？再泡一杯燕麦粉喝。这样简简单单一餐搞定。今日的一顿饭 OK 完成，你就往那一搁，让他自己去自由发挥，然后咱就来干咱的事儿，咱
家负责炒，炒了辣椒鸡蛋，土豆也炒好了，端碗里。辣椒鸡蛋，还有这个辣椒牛肉。好了好了，开始吃饭了啊！四个菜，我婆婆在为小女生吃饭。吃完饭了，我婆婆说到群里先出去玩一会儿，我说去吧去吧，最好明天再回来。但孩子带的是一个鼻子两个眼，真是想亲近你。我就玩了一两个小时，现在回来了，我婆婆送她回来就走了，她都看不到了，一跑这里来，她都走了。我说啥了？你小孩能亲近吗？亲近不了，他走哪里跟哪，你只能跟着，还不能有怨言。他在这吃橘子呢，还把皮剥掉，你也知道皮不能吃啊。我来给他喂几个，他。